我选择退役。解约了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不赚钱怎么办？现在都没有人能进电子账号。看来你真是走下坡路了。你喜欢电子竞技，如果喜欢，就把这一切当作是运动，而不是炫。家事就这么怕我回来吗？触点就是分担，任何事都不要说放弃。我不能为你的人生负责，老大，但是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学员。为我不愿玩的时候，后来他走了，他告诉我一句话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吧。什么呀？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。大不了从头再来，换个方式重新开始。放弃不代表认输，同意的事从来不错，也许我职业第一申请担任青训战队的队长。一个退了役的奶爸，拉扯六七个不成器的娃，赢就是唯一的战术。要做就应该做全职高手，这个荣耀玩的正，你都玩不腻的吧？荣耀加入十年了，大家赛场见。过不来，欢迎回到神之领。欢迎回到神之领域赛场，愿有你的荣耀。欢迎回到神之领域，愿有你的荣耀。欢迎回到神之领域，愿有你的荣耀，永不散场。永不求荣。如果心底现在被触碰，还能有冲动？你总是说遇到我们很幸运，但其实你的出现才是这门幸运带给我们最大的幸运。不用管，让我们就出面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救人不代表只能当逃兵，亲人也不意味着天下无敌。如果你爱他，你爱他带给你的一切，无论是痛苦、挫折，还是泪水。要么留下做我儿子，要么离开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我只会战斗到不会半途。他一定会重归荣耀，拿回属于他的荣耀。荣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为剑之所指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荣耀。大家愿意帮小强拿回什么？必须来吧！星星战队全员到齐。我们赢了。